你莫不是趁我失忆了，勒索我？你还想倒打一耙？那个，你醒了的话，就聊聊赔钱的事呗。 我掩护你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们一二三四五五个人武打一，你学着公拳，肯定打得过你。来，听我的口令，我说一二三，大家就上，一二三上，一二三上，一二三上。嗯，娘，哎呀，这个是我真是护子心切呀，小心啊，娘。拿着，别害怕。 怎么着？你没钱，让你家里人来赔啊？家人？什么是家人？嗯嗯，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？哪儿的石头？别跟我说这么多，赔钱！我是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 现在赖账都这么不讲究了，不过你演的挺好的，但这钱呢？你该赔还得赔。放心，我不会赖账。那行啊，一共是多少来着？58两3200。你莫不是趁我失忆了，勒索我？你还想倒打一耙？他们不都说你这是黑店吗？懒得跟你说，找地方评理去。